今次是由特区政府呢可以说是破格首次是斥资购入这个奥运的电视转播权，而且呢是我们在上个礼拜呢亦都是同本港的五间持牌的电视台呢是达成了共识，就政府购入的奥运电视转播权呢是会交给他们来到去转播，无论是直播也好或者转播好呢有关的赛事，目的呢是让全港的市民能够免费收看到东京的奥运，为国家和香港的运动员参赛打气。甚至我可以说呢是个费用是低过过往两届奥运会呢由这个商营的广播机构支付的费用。如果因为疫情的因素这个东京奥运不能够举办，那么特区政府所缴的费用呢是全数获得发还。